大家好，我是奥斯卡，今天想分享如何在 YouTube 上学习投资。现在有不同的 YouTuber 教授投资和分析市场热点讯息，我把它们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类是图表技术派，他们以不同的图表数据指标做出买卖股票决定。第二类是基本分析派，分析股票的前景和合理价值，然后股价在这个合理值之下便买入。第三类是混合派，兼顾图表分析和基本分析，也兼具两者的优点和缺点。我已整理一些我觉得不错的财经 YouTuber 在下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第一步，大家可以观看他们的视频，结合自己的理解，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、风格，然后多关注相关的 YouTuber， 别去其他门派浪费自己的时间。第二步，可以实行自己学习到的方法，检验是否可行。第三步，如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，那再检讨原因，考虑是否转门派或另找 YouTuber channel 学习。好，分享到此。最后提醒大家要做好风险管理和独立思考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